所以像这样更换完电池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正常使用我们的所有。所以这样更换电池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延续这些产品寿命。原本可能用了2年的，我们可以用个5年、6、7年，甚至10年都可以。只要产品本身没有故障，都可以持续使用。就最快坏掉的理论上都是电池啦，所以你电池一直可以更换，那我们就可以一直延续它的生命，用到它整个真的故障为止。